Apple Allen, with the owner of Mahi Mahi Resort. Hello. Hello. Let's go. This is our boat for the day. I like it, it's big. Hello. Hello. Oh. Careful. Yeah. Thank you. This is the camera of the owner of Mahi Mahi. So huge.去阿婆埃兰的路上，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到了。今天的海风不算太大，浪呢大概半米吧，所以船开的还是比较慢。但其实因为很近嘛，所以也就还好。另外今天是这边的一个就是宗教性的庆祝节日，具体什么日子我忘了，但是大概情况就是今天会做弥撒，然后会有免费的餐食发放给这个信众。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这个阿婆埃兰今天，然后天气是阴天，非常适合水面上的拍摄，但水下的可能因为阳光没有嘛，所以待会儿看看情况喽。今天是 Apple Island 一年一度的 Fiesta 的节日，据说这些船都会绕着岛去行驶。 已经来了很多人了，现在等开始时间，希望待会儿我们可以拍摄一些比较好的视频吧，好吧。 Thank you.
早餐的感觉，啊，脸打好包了，准备要出发了。再看一下这家店，强烈推荐，强烈推荐 ，Mahi Mahi Dive and Resort， 非常棒，设计感非常强，是老板的女儿设计的，嗯。2018年建，东西都很新，然后用料也非常足，简直太棒了。强烈推荐哦。